好刷，下次还刷。好酷毙！你要这么搞，我要杀你了。酷毙叫太快了，甚至也没拉开。看看从哪边来救的，好像不救了。果然是不救了。他上去也是过半秒就。
看这个人怎么救。踢球球救还是小女孩救？玩得好、哦，抱不压了。还没点到门，反正你跳下去我也会闪现的。好一个刷机器，我应该打机械师的。还挺聪明，立马就用球了。但凡少用球，这个人救不下来了。无所谓，结实修不动了。小子救不救的呀？叫你贪。
下一把。一踹就结束。可以杀机械了，叫佣兵一个保命。飞轮用不出来了。没有二姐，我骗你的。知道你要丢火球。先挂了，把电击亮了，俺的结石走不掉。机械师，这就开根了。
一说一，不应该直接亲的。不过去了。亏呀！红夫人太久没打了吧？不仅卡，还音画不同步了。又不敢救，我直接打针对了。这玩意需要重新投屏的。还有个人呢。
三年还有多少组？我们上了几次了？你已经。哎，不要！哎，没事，这个镜子，他还是死了。别靠！别靠！别别别别！回家品，他这个逃兵应该是他在四合院石像这里躲起来。没有窗台那钢筋网里
全是猛你。上回去钓一台电机。 又过来救人，这么电机慢。哎呦！这得给你咋整？ 一个秒就。 他喜欢等刀，我等他弹了，我再出刀。 别让他接大洞就好了。
不能这样刷呀，这样刷没好刷点。调香师，小门呢？佣兵，墓地呢？流程。省一个辩论的时间。小木屋魔术师，让调香师，这里是佣兵，还不加？好，有骨气。啊哈！小子还想骗我？钢筋呢？我一直在防他钢筋，结果他带的是双弹，我吐了。来呀！哦，下面有人，没人啊！这个不能捏，捏了要出事。这魔术师就可以捏了，他是个单弹飞轮。没搏命就是一定是钢筋，有搏命那就一定不是钢筋。教一个，再教一个，我就变出来了。好，
玩得很好。 什么鬼走位啊？我往这走的。有骨气，我站起来投。